只有剪剪前面的须跟角。OK。一早就在那边把它沥干嘛。这加了什么放？我每次买一块姜回来，最后都丢掉了。啊，那你以前的一个方法是，沙土里面。沙土里面。哎，对，因为潮湿嘛。嗯。油爆虾的，对对。先两个放冰箱啊。给你看哈，你在翻虾子的时候会听到嗦嗦嗦嗦的声音，就是壳开始脆了。嗯，那就好了。你这个勺子150度放上去，这个壳已经有点脆脆了。哦，这个就好了。哎，看壳封起来了。哦，什么封起来了？封起来了，你看封起来了。壳跟肉分开了。哎，对对对，封起来了。当你再去卤它的时候，那个味道就会进去。哇，那个腥味太重。这个油爆虾呢，也不用太在意热还是温，它温的也可以吃。严格讲，这是一个冷盘下酒的菜。这就把姜跟葱爆虾。懂吗？可以啊。没有没有，我没拿走。没关系，夹的话有一锅鸡汤。对，也，谢谢你啊。啊，颜色不要太浓，哎，有一点那个颜色就好。葱绿的。半两，对。好，来剩下最后一把。对。不可以有太多的汁。好了，来吃，那个耶稣会的油爆虾。